我那时间也该消息，真正导演为得胜木珠要去电影台湾三部曲，啊，不过受到这疫情影响，啊，这成本有那初步估计要30亿，所以这当先暂停，改做用这动画电影来制作。头部曲在2025年应该会当放映，啊，应用高雄电影节，而且高雄今仔有那展出伊相关的这筹备、停翕、甲转型要翕动画规定。介绍一下，手皮衫传统破链顶，还原出希腊雅族的穿着。顶是规个有手工精油的家私。电影《台湾三部曲》秘境之路展览，因应高雄电影节15号伫高雄博尔展出。壁顶一张一张工作的相片，让众人看到《台湾三部曲》对筹备、停拍到转型动画的历程。后来因为疫情，事实上改变了一些事情之后，这个事情我们都一直放在心里。我们就希望说，高雄电影节作为台湾的电影节，不是只是高雄的电影节的时候。台湾三部曲是最好我们的系列活动。台湾三部曲原本第一部主要场面《麻豆社》《战争》甲《猎鹿》啊，是定伫高雄南青计划区造景来拍。2020年为得想到伫个现场亲身说明场面规划，但相关计划却因为去年本土疫情爆发停止。您开拍是聚集300-500人这样子，这样这么大规模的群聚，政府也是不可能开放让我们去执行这个东西。为的是为了这个电影募款超过1.2亿，但因为疫情影响，加上制作规模一成有关，成本估计超过30亿，只好改做动画。评估下来觉得可行，而且金流的部分又不用三部一起拍，它是可以一步一步来，然后金流的压力没有那么紧迫，然后整个预算又可以降低一半以上。电影进行做历史研究甲场景设计，让动画制作省了真侪功夫。规定是表示动画缺点是角色的表现恐惊无演员遮尼幼，但会透过演员实际演出配音等方式弥补。嘛希望准备伫2025年推出的第一部，会使变作台湾动画电影推手之一。记者陈环武、民交馆高雄报道。